人者无敌聚宝齐，我是主持人德瑜，赶紧欢迎面面俱到的大人哥摩尔投顾陈坤仁分析师。大人哥你好。德瑜好，大家好。哇，节目一开始我要邀请大家先做一个动作，把您正在收看的陈坤仁分析师 YouTube 频道帮我们订阅起来，不管是正在进行的聚宝齐单元，还是带您来关心台股操作的股魔力单元，两个单元帮我们看起来学回去。当然大人哥玩股还有大人哥财经软实力里面也是满满的宝藏等着你来挖掘啊！那么订阅起来，同时分享给你身边更多的好朋友。任何的操作问题不要客气了，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668085，或者是透过大人哥的 LINE 小老鼠 DARIN888 直接私讯了。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台北股市哦，真的如同大人哥讲的一样，双十连假过后就是那个利多齐发，有没有？今天呢指数站上了季线哦，那么期货的部分也看到它越走越高，越走越高。恭喜我们的聚宝齐团队今天又是开心获利输钞票了。那么接下来的操作策略当然来请教我们的大人哥咯。好，德瑜好，大家好。那刚刚上半段的股魔力的单元你已经看到一些重点了，那这个重点就是我们跟大家讲过的国庆连假之后就是四大利多齐发。我刚刚点的好像算起来不止四个，因为早就超过四个了。对，你就发现说利空出尽，利空测试真底部，然后呢现在开始真的反应利多了。就像你看那个什么 PPI 虽然看起来好像有 超乎预期，可是没有跌啊。然后呢那个 Fed 利率决议会议，然后呢发现说公布出来说好像利率要维持更长的一段时间，更久一段时间，也是没跌啊。对，因为市场在反映的一件事情是 Fed Watch 跟 Fed 的传声筒。我就说过了，经济日报好不容易把那个正确的东西把它放在它的头版头条，升息循环结束的这件事情，这就是现在真正市场在反映的事情。那这件事情的话我也跟你说过了，就是如果你有看我们节目的话，拜托你远离反指标，别当反指标，不要当就是该要做多的时候你不要去面跟你放空。你看哦，我的 Light 你去看一下，我今天早上7:50的时候我有没有跟你写到啊？我直接给你看有图有真相的版本好了啦。 Light 有图有真相的版本，这是刚刚的盘中哦，中午12左右的时候我们的盘中的分享，我跟你讲了一些行情的方向，美债Fed， 然后呢那个美股，然后呢我跟你讲说利多齐发，我跟你讲说盘中的我们一些大人哥投资周报里面那些精选的个股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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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对不对？好，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在哪里？重点在这里，今天早上7:50的时候，应该说天天早上7:50的时候，你可以在我的 Light 上面看到这些资料。投本比你看第一名的高利金有没有涨停板？有。对，然后你看往下看下去的话，你有没有看到我跟你讲什么事情？散户多空比降至-11.08%， 散户转空，筹码面有利多方。我告诉你，今天的大盘在嘎谁？就在嘎散户反指标啊！今天的期货在嘎谁？在嘎散户反指标啊！你不相信现在目前的行情会涨，你也不要乱放空嘛。你像今天的大盘中场期货中场上涨了134，这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行情。这就是你看到的反指标在放空，但是行情在转多的行情。所以这就是你看到的啊，今天的开高然后回撤16700。我告诉你哦，其实今天的行情哦是比我们之前预期的还要更强的哦。因为原本跟你说守16600那附近的话就是守住支撑，震荡偏多哦。结果它根本没有回撤那个16600，就直接在16700这边去做一个守住了。所以守住700的过程中，甚至它盘中还突破了16800。好，所以不管怎么样啦，反正就是散户又转空了啊，行情如你所见的啊。8:30的时候我们就跟我们的团队说啊，你看啊，散户多空比，我再次重申啊，筹码面就是有利多方啊，因为散户又去放空了啊。所以你看到什么？今天大涨134的期货，还有就是今天跟着聚宝齐做多又赚钱的顺势当冲的丰收一号的策略。那我也说过了，反正现在目前的行情的话，就是讯号告诉我们该做多啊，你就做多，守好自己的停损就好。然后呢，他如果告诉你说哦该放空，我也是愿意信任丰收一号，信任短波聚财就去放空。原因就是因为我知道每一次的聚宝齐的操作，它就是带给我大赚小赔，它就是带给我顺着趋势方向
我不用就那边盯什么美债殖利率、嗯、不用盯一下什么美股，不用盯什么新台币汇率，盯什么什么那个台股行情，还要盯一下台积电的走势，没有那么麻烦，因为就是很清楚的，一个买讯就是买进，一个星星就是获利了结，这就是今天的当冲、哦、那我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当反指标，我讲过很多次了，这个很重要。对啊，那个反指标的那个教学在哪里？哦，就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哦啊 ，YouTube 频道你可以把我们订阅起来，你就发现说，你看哦，我们这边还有大人哥软实力，还有大人哥玩股，然后反指标在哪里？嗯、去找一下。哦，你看还有隔日冲，谁敢跟你讲这么多大咖们在做什么事情？对，凯基台北，然后呢，美林，我告诉你，外资不是真外资啦，不是那个金头发的金头发蓝眼睛的外资，是黑头发跟我们一模一样 的外资啊。然后呢，往前看下去的话，你还看到什么千点行情啊？哦，所以回去把它看起来，哦，真的把它看起来，真的很多很多的一些那个重点教学给大家。好，没有时间，继续看下去。顺着毛摸，讲过每次了，每天节目我都要让你看这张投影片，哦，不要逆势，不要当反指标，你要好好跟着现在目前的行情的方向。你可以看很多很多的数据，你也可以单单就看我们的节目，我可以告诉你方向，我可以指引你一些新闻不会告诉你的事情、嗯、就像我也说过了，我赚钱我就是告诉你赚钱、嗯、但是我如果赔钱我也跟你说，我们就赚大赔小，下一次再赚回来就好了。对，一到九月份的绩效我也给你看过，一二月、嗯、因为过年，三四五六七八九，每一个月份的赚几笔亏几笔，累计起来赚了81笔，亏了48笔，我敢告诉你啊，而且我也敢告诉你，我们的团队就是可以跟着聚宝期赚进7875点，赚进157万，每一个月的数字累计给你看啊，赚大赔小，赚大赔小，赚大赔小，不要追求稳赚不赔，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是可以让你稳赚不赔的，我讲过很多很多次了，你该做的事情就是透过纪律的操作重新认识期货，你该做的事情就是拿50万把它存在保证金的专户里面去，然后呢用 LINE 的方式，用080的方式来跟我们做洽询，然后呢把聚宝期给它带回去，嗯，带回去的时候的话，好好跟着聚宝期的讯号操作，好好让聚宝期带着你赚大赔小，好好让聚宝期带着你聚沙成塔复利翻倍，你要赚多少我讲过很多次了，真的有反指标的散户捧着钱拿来输给你啊，我讲得很慷慨激昂，因为真的你看那个反指标又在放空，我就觉得啊，算就是好好把它赚钱赚进来，我能讲的我尽量讲啊，我能救的我尽量救，可是如果你真的听不懂听不进去不愿意听的话，不好意思，我救不了你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愿意让我们救，愿意来加入我们的获利的团队的话，哎，清代实战班目前额满中齁、嗯、你可以直接透过 LINE 的方式，用080的方式来跟我们做相关的洽询，你把聚宝期把它带回去，我带你迈向财富自由、哦、以上就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想跟着大人哥一起纪律操作赚大赔小，同时聚沙成塔获利翻倍，邀请您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免付费专线0800668085 0800668085，或者是利用大人哥的 LINE 小老鼠 DAREN888 小老鼠 DAREN888 加入我们的期货财富自由计划。感谢你的收看，也再一次谢谢面面俱到的大人哥摩尔投顾陈坤仁分析师，谢谢大人哥，谢谢。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盘势提醒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请加我的 LINE 和 Telegram 官方账号 ID 是小老鼠 DAREN888。 谢谢大家。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